张相维并摊有进步，靠机器转动手脚。我脸相维脸完了，你有没有笑？笑一下啊！哎，还记得 Happy 哥哥张相维吗？大家先来补祝福他生日快乐哦。是张相维2013年底因血块压迫脊椎神经，导致下半身不良于行。历经三年半的复健，今年二月助理阿耀透露，他的脚掌和脚踝已能弯曲，但仍无法自理，需靠家人协助。脸相维很难呢。七号是张相维42岁生日，阿耀带着生日礼物和柠檬派去探望，也捎来了好消息。他说张相维现在可靠机器辅助转动手脚，但仍旧得躺在床上，还是无法自己起身。这阿耀解释，因为他的腰还是不太能使力，需要家人搀扶。至于身体状况，则跟之前差不多，不过已经不太去医院啦，大多在家里做复健。5-6月会成功是我帮忙你的。而好友王仁甫都有持续关心他，阿耀表示有向张相维转达仁甫的关心。相维表示谢谢仁甫，也要仁甫好好工作。娱乐动新闻要继续加油，大家都等着你好起来哟，八打五。